果静香嫁给我的话，一辈子一定都会过得很穷苦。如果你每次都这么快就放弃，就永远只能停留在原地踏步了。我要相信我自己，传达过去，传达这份记忆。是你为人着想的那份心意，改变了你自己的未来。要好好珍惜跟他相处的时间哦。Stand by me， 哆啦 A 梦，星期五晚上8点，就在某某亲子台。